好，大家好，继续玩翻 Pokemon 嘅白二嘅随机版啦。咁首先玩之前咧，就想先讲一样嘢嘅，咁就系关于呢个白二嘅随机版究竟喺边度下载咧？咁呢个问题我会喺呢度答噶啦。首先我哋先要知道咧，呢个随机版咧就系呢个系原版嘅白二嚟嘅。咁系做咗啲咩令到呢度有随机版本嗰个嘅 game 入面咧嘅内容全部改变晒咧？咁就靠一个嘅软件嘅系啦。咁软件名呢我就喺个影片度就会显示出嚟啦，咁暂时我就教唔到住，咁迟啲呢我就会出一条片咁就讲解一下个软件係点样用，点样应用落啲游戏度，即係譬如係 Pokemon 嘅白啊，或者係其他钻石啊、绿宝石嗰啲都可以嘅，係啦。咁我迟啲会出条片再讲解，因为呢我对于而家我对于嗰个软件都唔係好熟，所以呢就需要啲时间去了解一下先，咁了解完嘅话呢咁之后就会再出条片啦，咁应承大家。好。咁而家开始继续我嘅旅程啦。上集讲到呢我哋攞呢一个鬼师通啊。係攞进化咗鬼师通冇错。咁我呢完咗之后即係完咗呢个 game 之后我就諗啦，话唔係喎，呢鬼师通中咗铁拳点搞啊，係啦。跟住我再諗深一层，鬼师通可以进化㗎嘛，係咪我进化再紧鬼，佢唔係铁拳㗎嘛。咁到时我再睇下系咩特性啦，冇错。所以我而家呢会留住鬼师通先嘅。其实留唔留唔系，佢要通讯进化嘅，好似通讯进化点搞呢度？谂办法啦，我迟啲再谂啦。诶，呢个迟啲再谂，冇错。咁就系想讲翻咧，进化咗都未必系嗰个特性嘅，系啦。咁啊，揾一啲其实边啲废咧，好似咩铁甲西猴咧，虽然系漂浮，不过漂浮其实有用嘅，至少佢唔使受地面系。所以话咧，即使你最即系可能你讲紧系咩皮细只皮皮或者啲哥德宝宝咧。进咗化都未必系咩十方呢啲咁嘅废技嘅，但系呢啲最终形态就冇办法啦，冇错。我就系想带出一个咁嘅道理啊。咁呢个下载咧，拎住先下载系啦，下载拎住先，冇错。沙雷隐身应该都好快会换嘅，我觉得，因为佢卅零咧进化，呢个冰冻身体都应该系啦。其实冰冻身体都可以，唉，算啦，揸住先啦，照。好，就咁啦。好，想带出嘅就系咁样啦。进咗化就唔一定系嗰个特性嘅，冇错。OK， 呢个咩道馆啊？揿下电梯啦。哦 ，OK， 美味之水地上啊，唔知系咩属性啊呢、這个。嗯 ，OK， 相信掘啦，不断咁掘咧，相信赢，不断咁战斗，即系呢个就系我嘅精灵。火焰鸡，唔知咩啊都系。喷水，魔术内衣，喷水。OK。好，唔知咩属性啊？唔知系火系啊，定系其他属性？好，好，坐住啲传送带咧，遇见嘅系我。火系 OK 啊，又喷水，构造，咽喉，照用，喷水，黑夜诅咒 ，good， 黑夜诅咒，哇，火技。喷水 ，yes， 33呢啦，用其他虫先，用只小圆石先，睇下进化咗系咩啊，唔会再系下载咁癫啊，其实下载真系几癫啊，呢个咩掣嚟嘅，黄色嗰、那个，呢个咩掣嚟噶，啊，有咩用啊，唔知哦，啊，好。地鼠掘乜鬼？地鼠掘圣蚁兽下载卡特工击落假哭击落龙之路喂呀死仔包原始力量你就一次轮蓝斌幻象攻击咁啊唯有升齿轮啊因为齿轮进化我想睇下佢进化咗最终状态咩因为你中间特性唔。特性劲嘅话咧，去到最尾唔劲都系冇意思。诶、欸，管住喺度唔得，我打埋其他先，应该仲有其他训练师要打嘅。呢、這个好，漆黑嘅空间，呢只岩斌，哇神秘之剑，草笛，哎呀死仔包啊！点解咁多呢啲劲技？我想知道，呢、這个用泥巴射击啦，哦 ，OK， 好走啦，仲有边啲虫啊？我歌动员迷你龙呢只
呢只冇咗水技，但系有啲湿滞，翻翻去回一回好似好啲喎。我呢度又仲有条友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嘅，你知唔知系咩啊？系咩啊？岩石下载加攻击 ，good 击落，哇死仔啊！咁都炸得死我，唉，出灯出呢个灯光啦，唯有泥巴射击，泥巴射击，哇爆炸，唔好啊！好暖暖猪，暖暖猪嘅齿轮啦，好有火技啊！哦，加攻击同命中，唉 ，good 啦 good 啦 good 啦，搞掂。咩系老大啊？头先我话，嗯，应该差唔多啦。我系啦，我记得点行呢度落去，再落呢度再左。哎，得啦，到啦，到啦，呢个冇错。齿轮，齿轮摆头先。哼，等你好耐啦，等我领教一下你嘅实力啦，等我领教一下你嘅实力啦。火计，岩斌，咩技啊？融化。加防定加咩啊？加防系啦，生岩斌食药，因为害怕。Yes， 水晶灯火灵，诶，睇下咩特性先呢只。最终阳性，咩叫阳性啊？阳性唔清楚，呢个要上去维基睇睇啊！呢个，哦，用水枪喷死佢，麻痹粉。识麻痹，哇水尾打雷，嗯，呢只喷水，哇又麻痹，喷水 ，good， 水晶灯火，我两只啦，吓咩技啊？头先睇唔切，打佢，唔好，哎呀，岩斌，麻痹岩斌，香油。冇啊，惊！最后一下，啊，好嘢，赢到沙三咧，真系了不起。年纪轻就实力不凡，发电师越嚟越多。哼，呢个攞去啦，终于攞个徽章啦。五哥系嘛，咁六十咧，以下精灵都听你讲，特技演员。系啦，跟我嚟啊！好嘅舞台需要好嘅舞者，乜鬼？诶、欸？你都得咗个道馆徽章，真系犀利啦！嗰个徽章咧，赢得道馆徽章系我帕南门，但我同佢哋之间嘅联系咧，唔单止只系精灵球，如果唔系话被抢咗个扒手猫，佢心意就冇办法挽回啦。做咩啊？你识噶？你两个似乎唔错，我带你好地方。系啦，谂起来，菊老大你，点解要放我等你子团啊？你有啲咩咧都需要勇气，一旦认为自己系啱嘅时候咧，咁就会否定一切自己意外嘅想法同埋意见，你知唔知几危险啊？呢、這个就是大人的判断啦。算啦，我都系会同等你子对峙。啊，我话好的地方喺边度啊？你冇听过咩？這个世锦赛啊，混杂咗各地的训练师，决定边个系最强者的比赛。我喺镇入面等你哋，得分得分，镇入面等我。好啊，我咩冇咩特别啊？同剧情呢一、這个嘅原本黑白剧情一样啫。系啦，世锦呢个啊，系啦。哦，跟住喺边度啊？世锦赛呢度，就呢度。好好有气派啊！呢个建筑呢、這个就系咧会场啦，跟我嚟啦。嗯，今次要令你参加呢个凡巴锦标赛啊，八人参加，只要赢三次就系冠军。点解我都要啊？因为我仲有啲嘢要调查啊。知唔知啊？切连，我可以将精灵咧同战斗嘅意义咧话俾大家听，只有你嘅。而且你嗰个朋友而家唔喺度，而且年轻嘅力量，大家最中意咧明日之星，准备好咧就去前台接待啊。好，我都参加啦。好。快啲决一胜负，好啊！好参加凡巴，哇！呢只呢只同埋呢只，好手足扮完啦，入去啦，会唔会唔够抽噶？第一个打，哇！第一个已经打 M K 仔，阿克罗马都入都喺度。好，呢个世锦赛可以话系黑白二嘅比较瞩目嘅一只一个嘅比赛啦，因为呢个比赛咧可以对战翻以前嗰啲冠军，即系譬如 Red 嗰啲都会喺度打嘅，冇错。好，所以呢一个版本下咧，可以羞辱嗰啲 red 啊，冇错。铁面忍者，黑夜诅咒，龙之波动，唉，中毒食蕉啊，黑夜诅咒，咕咕，龙之波动，
其实用黑夜诅咒好似喎，唔系佢，唉，傻咗添。齿轮岩崩 ，good， 大有福岩崩，岩崩 ，good， 杀咗。第一场胜利嘅系我，不过咧同你对战真系好有意思。好睇录像、哦，第一回合咧系我嘅胜出啊！不断嘅反复，不断反复嘅精彩战斗啊！胜利者系我。第一回合咧系麻霸咧对切莲啊！比赛系切莲咧取得压倒性嘅胜利啊！第一回合就系呢、這个另一个回合沙姆特咧对佢阿克罗马，简直系一边倒阿克罗马胜利啊！第一回合啦，呢、這个小强咧对呢个巨利加罗啊！呢场咧比赛咧真系实力相当啊！大家都话咧不相伯仲啊，稍微优胜嘅呢个巨利加罗啊！好，咁请地期待啦，呢个四强嘅战斗啊！好，四强战斗，为追求呢个理想而不断战斗，年轻嘅精灵训练师千年，哇，千年啊，耶，耶，上啦，好嗨喎！好，啲 fans 们好嗨啊，准备咧进入第呢个四强嘅战斗啦，千年对上呢个一个嘅挑战者，你系我成为一个道馆首领后第一个挑战者啊，可以同你对峙咧，非常开心。经历过一段冒险嘅你咧，对精灵了解咗几多少？等我睇下你嘅基本啊。好，比赛咧即将开始啦，而家咧入到呢个擂台上啦，咁会点样擦出咩嘅火花呢？好，准备开始啦。种子铁球，格斗，打唔中佢添。格斗，我卡得好少嘅，唉，黑夜诅咒。哦，家防咁正常嘅啲技，唔公平。甜起，甜起。哇！呢、這个切莲，哇！你真系用呢啲咁嘅精灵打赢头先嗰条友啊！头先嗰条友应该废得好紧要，三个攻击，哇！系，唉，顺利，好四强完胜咧就系、是、呢个 Yoyo 啊 ，Yoyo 嘅训练家，正因为咧有精灵，我哋先可以走到呢一度。点解精灵会帮助我哋咧？呢、這个恐怕咧唔单止系精灵同埋训练师，而系生命与生命之间嘅问题。哇！切莲讲一句咧，好有哲学嘅一个嘅问题啊，亦都咧引发咗其他嘅一个思考啊。咁请期待咧其他嘅确认一下其他嘅结果啦。好，第二个回合咧，切莲对呢个 Yoyo 啊，咁呢个取胜嘅呢个究竟乜人呢？好，另一方面啦，咁啊阿克罗马对上呢个巨利加罗，咁结果会系点咧？冇一啲难度啊，阿克罗马咧压倒性轻松咁取得胜利啊。好，而家进行咧就系、是、呢个嘅冠军赛啦。究竟边个可以获得呢个锦标赛嘅胜利呢？好紧张啊！赢得呢个比赛嘅时候咧，就将会系呢个精灵世锦赛嘅第一个冠军入场啦！耶、yeah, ，加油啊，好犀利啊！耶、yeah ，好啊，对战对手阿克罗马喺登场咧，愿望咧引导出精灵嘅力量啊！冲啊，嚟啦嚟啦，阿克罗马嚟啦！哇，好有型啊，黄色头发啊！好决战啦！精灵原本拥有嘅力量咧，究竟点样先可以引导出嚟呢？可以嘅话，我希望咧凭住精灵同埋训练师彼此之间嘅信赖，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呢个系正確嘅呢？哇！罗马你讲咗一句咧，好有哲学嘅一个嘅说话出嚟啊！好，正式开始啦！天晴牛喷你个水啦！天晴牛呢只黑夜诅咒，黑色眼睛，黑色眼睛降雪。诅咒唔紧要啊，我照用黑夜诅咒啫嘛。哇，唔错喎，对面好似好赢咗啦。好，估计呢位叫做 Yoyo 嘅训练师太犀利了。好，身边嘅精灵一定好幸福啦，发挥出自己嘅能力啊。比赛特别结束啦，咁样就太易打啦，实在对于我嚟讲一 BP。哦，系呢个有 BP 赚噶，好马前，等我睇下更加狂野。好。冇嘢特别啦，咁我哋可以走得啦。其实，完全不一样啦，已经成长咗咯。好，搵翻佢妹嘅扒手猫又 ，OK， 冇嘢讲，走得。去边话？扒手猫啊？呢度入面？哦，系啦。呢只船点解咁冻嘅咧？而且啊，仲系装成呢个古旧嘅帆船唔会系嘛？哎呀，到呢啲咧，即刻要死嘅，冇关系啊！呢度就系你等地纸条嘅基地啊！冇错，你啱咗啦！我哋仲有咁多人啊，呢啲人再嚟多啲冇问题啊！哈哈，唔使逞强啦，将呢头解决嘅等地纸，即刻要嬲喎！首先系你动员下载，每次一下载我都觉得好笑，小拳石居然下载，佢用咩嚟下载啊？哎呀，死仔包啊！
哇，系咁落地条友啊，唔系佢冇得落地嘅呢只嘢，系啦，冇得落，啱先醒起，喷火，苏醒巴掌，赚啲，又回血，杀咗，子弹拳，哎，搞掂，继续同我上啦，到我出场啦，唔系，到破破袋出场啦，狩猎凤蝶，岩笔，颜色旋风，哎，靓波，咦，进化齿轮。就好似两年前阻碍嗰个训练师一样啊，阻碍我哋嘅训练师佢话完败，太渣了，居然完败，揾切连啊，而打降掉呢个家伙，可唔可以帮帮手？唔可以，哇咁鬼劲，两只都系最大状态，哎，最终状态，剪断攻击，哇好劲，向日葵，犀利啊！水母能量球，花之舞，哇犀利！报仇，唔关我事，报仇。福特，急冻光线，佢好似咁劲嘅，唉死咗啦！哇，佢一隻打晒，唔喺度，多谢你真系变强啦！我点解觉得呢个说话带有侮辱成分？接落嚟帮 M K 仔啦 ！Oh shit！冇乜血咯，我都好呢度系帮手，尽快搞掂佢哋。五年前咧抢走扒手猫俾你哋啊！五年前，话唔定已经唔系扒手猫，进咗化啦。同支波动打暴荣誉，好火焰冲击打铁面忍者 ，OK 击落，哇死啦，痛死！杀咗只小拳石，哎有得打双打，早啲用呢招啦，早哇太担死，好。打死咗暴荣员啦，要火焰哦，死埋能量球，哦唔错啊！呢度嘅话就用幽灵啦，破灭雷击，伏特攻击，棉花防御，哇系，我应该唔会进化呢灯火幽灵，因为我仲未知佢之后嗰个特性啊。刺战虎锤龙，火技。哇！呢招火技真系临别礼物唔要啦，呢招好。OK， 假噶嘛，危险啊！点先好啊？呢度所有人都打低啦。好啦，去问扒手猫嘅嘢啦。系啊，其他嘅嘢咧都有嘢要调查一下。咩事？你系发呢个冷冻仓里边发震嗰个人啊？个名好似叫做咩卫欧啊嘛？咁你话俾我听点解咧？用呢艘船做啲咩？混蛋！我哋要咧召唤传说中嘅龙嘅精灵，通知合众地区，仲有外管闲事嘅训练师，唔使旨意再阻住我。暗影三人组，将嗰个家伙带走。先讲，我哋有唔系你嘅，我知道啦，总之将佢哋滚出去啦，就系咁啦。啊！即刻瞬移咗走。暗影三人组系可以封住人行动嘅超常人类啊！我。啱啱嗰句说话，我哋即刻就要用咧传说中嘅龙嘅精灵统治合众，究竟咩意思？咩一回事？传说中嘅龙神呢、這个龙嘅精灵咧，雷希拉姆同埋智克罗姆应该都唔会合众噶。好，我要去六号公路调查一啲事，你小心。好，终于完啦。我最想嘅只系升咧进化我啲精灵，睇下究竟系咩特性，同埋最紧要捉鲤鱼王系啦，笨笨鱼嗰啲。好，可以过去啦喺度。想要培育更强大嘅考验咪更加重要。好，下载。呢度点好呢？龙之路啦。哇，阴谋。水之波动。唉，齿轮啦。喷火。哇，水之波动。追只幽灵先。哈哈，臭水啊，傻仔，想打我？正准材。好，破灭电击，时间咆哮，唔使啊嘛，雷击，我知波动，哇唔得，走得嘢，我知波动嘅话转一转齿轮先，尖石攻击，岩斌，我知波动，岩斌，催醒，哇咁鬼劲嘅佢嘅觉醒力量，喷水 ，OK。好，可以走啦。有咩族？可多拉，
睇下啲咩特性先，顺便睇下又会唔会有呢一个最终形态嘅精灵出现啊？咩特性啊？早起有咩用啊？早起鬼师叶片防御系啦，同之前一样。哎，俾你睇到先。调查精灵咧，经验值咧系家庭作业。动员红魔法防御，我惊会死噶。喷火幽灵啦，特袭蓝火，哎食蕉啊，黑夜诅咒，三倍触脚，又回血，三倍触脚，三倍触攻先啱。流星拳啊，流星拳学唔好咧？学都好，流星拳学啊，学。铁甲杯，即刻开大派用场啊！流星拳，哇食蕉啊！降大特呢个特防大幅下降，黑夜诅咒啦唯有。好，火石、迷你龙，大家都系跟踪特性啊！蘑菇咩特性嘅啫？叶绿素，叶绿素劲喎呢只嘅话，不过我唔需要啊。我冇太阳，我有太阳，不过唔想用。可唔可以陪我一下？尽管咧都未引开大家嘅注意啊，但系咧呢个嘅镇咧附近已经出现奇怪嘅事。虽然只有一瞬间，但系都系探测到咧-50度嘅数值。唔单止系咁啊，同佢飞呢、這个飞云市同埋繁巴市入面都探测到啊。加上之前等离子团嘅事啊，总觉得要好好调查一下。不过有啲怕冻，呢、這个俾你有冲浪就可以去更多地方。只怕旅途小心。我验证咧。所想的嘢咧有冇效咧？而去实验咧就系呢个科学。大乔不备气闸，真系阴功咯！气闸水枪攻击提升，唉，山蓝啦，山蓝，我好似几犀利啊！呢招啊，唔错。哎呀，我要搞清楚精灵训练师同埋训练师同埋精灵嘅关系。皮皮。又系气闸，咁多气闸嘅你班友，特工提升，苏醒巴掌，愤怒之牙，哪来牙你都有嘅，不过唔明显咯。孤柳柳，照冚佢，储存 ，OK， 储存都正常嘅，老实讲。怪异补丁，好，我好多啦，个女。啊！又系呢啲蘑菇，叶绿素都系好鬼尸草水吓？呢只鬼尸系草水啊！即系睇嚟佢唔系佢啲精灵特性系，即系点讲咧？应该系每只都唔同嘅，我谂系定系佢两个特性咧？唔清楚啊！神兽钢剑钢甲呢只啊！我嘅精灵系。传说中嘅呢个欧巴老翁啊，我之前都讲过啦。哦，欧巴老翁啊，真系高贵啊！呢个咧三只神兽咧喺人类第一场战斗开始就为咗保护同伴咧向人挑战啊！只要人咧唔放弃战斗，精灵就唔会有和平啊！因为人类嘅行为有几多精灵咧丧命，佢哋一清二楚噶。但系点解会出现嘅？两年前咧察觉到等离子团嘅野心，感知到危险咧，巡视整个合众地区保护精灵啊，或者系察觉到咧新骚动嘅预兆啊，唔可以原谅啊！鬼骑士大人咧嘅野心同恶意啊，仲不断扩大啊！好，呢、這个就系猿嘅猿等离子团系啦。好，唔想听你废话。储水哦，两个状态嘅，喂，捉咗呢只先，因为佢两个特性咧，呢只进咗化未必系铁拳嘅，冇错。黑夜诅咒，好，宝贝球。宝贝，好得啦，搞掂。灯火灵都唔使捉呢只电哦，呢、這个洞穴呢度都有个咩喎？有个深色草，再捉先呢度。迷魂拳碾碎障碍防御提大幅提高，好啊呢只。捉咗佢啦，大佬，
唔好啊，忍忍忍啦、啊，你咪，我唔打你，掉啊，掉啊，哎，得得得，非常好，又啊大件买，俾咗只你啊，云雀，云雀都可以要嘅，龙之波动，假阳光烈焰。居然用阳光烈焰打呢只草飞行虫，再用阳光烈焰佢，好死都用阳光烈焰打我。仲有咩啊？出晒嚟啊！滑头小子捉埋，流星拳交换守卫，好捉得疯狂滚动打多次先，唔知道会唔会死咧？我、哦、未死得捉。指挥功冇啊，破灭未破灭愿望，捉唔到我就死啦，死啦！再捉唔到我真系死咯。唉，啱啱好，我翻去啦，翻去回去顺便睇精灵。我边度啊？呢度之后啊，花之礼喺晴天时自己和同伴会变强，咩意思啊？唔清楚，又系恶臭。受到效果呢个时候攻击时会减少伤害，嗯 ，OK 喎呢个，嗯，冇咩精灵啊之后，有冇捉过啲咩啊？好似冇啊。OK， 好，咁我先试埋草水鬼师先，我想试埋呢个草水鬼师，我哋今集就差唔多啦。好 ，OK 啦，饮啦，好，打雷学咗先啦呢度，唔要剁食，打雷呢招劲。准备啦，准备睇啦，噔噔。